XYG 零封 K 甲冠军火爆，获得 KPL 夏季赛临时席位。该我们啦！开始吧，开始吧，给个痛快！是的，这已经是万众。Let's go！ 兄弟，给我赢！能够获得2020位的林星，啪啪啪啪，行。第一局双方打得有来有往，比赛进行到大后期，蓝色方 XYG 拿下龙王后强压高地，完美的打出一波一换五，取得胜利。在刚刚的这波博弈上，嘿起跳三个全部都切进去，打点都点他豆下顿一个大招定住了，不走火，我不走，我倒下一手横劈刀两个眼，这边别让他刮起来，死点点后面是个龙兵的，让我们恭喜 XYG 在最后一波团战完美的一换五。好，跪下，李姨，咱们唠，看一下他的动静。哎，李波，看一下李波，哎，别看见了。哎，对，蓝的，你好，来，跟哪个往上过吗？看样子，找蓝，没事，可以，哎姨，我死了，蓝兄弟。哎，拉小了，接了。哎，来了，太打了。要集中要啊，先聊一下这个，看我呀。有人。好闪。这蓝，哎，这蓝好闪。接。我豆子一波闪是把蓝给骗进来了啊。蓝死了。哎，跟那接了，多闪，双飞多闪，拉了。过中。反正这个龙金萨我就拍了，把哪就看了。能看就多走。给我看，一星。哎，打一星。守一星。一星，你干嘛？勾一点点不？守一星。我想勾一点点。我酷炫一人在里面玩起来了。第二局拿出大乔体系的红色方 XYG 十分钟后接管了比赛，破三高后再下一城。还有30秒，这30秒是火爆最为难受的30秒，而同样 SYG 将利用这30秒要顺势一波。两路的风暴先打着闪现顶进去，戳卡着他，戳点啊，点，还差一下点着了，可以点我恭喜 SYG 2-0。第三局红色方 XYG 拿出马妖组合，整局比赛没给对手任何机会，15分钟领先10000经济，轻松获胜。哎呀，先把黄忠压掉1/3，对，黄忠的大招被扫了，被拉开了。这个大龙卡小小可以，银子直接倒了呀，在黄忠面前，这个吕布是残的，吕布死，桌里面摇，这怎么说？这。他没有人了，一脚踩下去可以扫，可以啊，这个鸟飞到这个圈子里面把别人拽了，哦，对，兄弟，哎呀，晒点了，炸了，电过了，有大门，没大门，哎，中塔可以，好快的一下，中塔，走节奏，推中塔，我给你上来吧，有可以上来，走了，没有，牛逼，拍翻一下，可以。让我电子，等着线过去，我可以给他点干了。是这一波吗，酷鞋？嗯，黄忠点电子了。哇！大盘，可以。人机边接，你们来接。吕布大盘，来打吕布。第四局背水一战的火爆不断和蓝色方 XYG 开团打架，决胜团 XYG 抢下龙王，打赢团战，拿下最终胜利。怎么说黄大好，哎，那个马可那个位置，哎，大闪了，可以点掉，哇，点好，位置挺好的，这一波，哇，他们乱了，都被杀了呀，
怎么就教练倒啊？感觉再守一个是这么的一波了吧？还把那个卢卡洛，这就是压压哦！要一波了，哇，九月，奠定了他们能够4-0零封火爆。之后最快复活的时间还有13秒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把兵线全部运进去。伴随着风暴金风，三个人点 JD， XYG 要稳稳的幸福 ，XYG 4-0战胜火爆，让我们恭喜 XYG 获得2022年 K 票夏季赛临时席位。败在 K 票所经历的大赛。或许在他们的艺术间也接受了很多的质疑，但是经过一个晚上的调整，他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转变跟经验。登临顶峰之前，上山人岂会停步？恭喜 XIG 获得2022年 K 票夏季赛临时席位。